谢谢啊，谢谢朋友送的。过两天要是说那面直播能让你们到时候你看一下，要是说有直播猴的，没有事儿就上那面去播。都给我封2次号了，然后我身边朋友他们也是养猴子的嘛，然后在上面有播的，告诉我也被封号了，就不敢播。那是什么呀？那小鸭子啊？继续，弄发财，正好了啊，年底儿了，让他出去碰个瓷儿啥的。小花，碰，你这个手，你再让我看，把手放在嘴上。他可会装乖了，一会儿你看他没事儿，他就好。顺，你看，往我身上走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过来干嘛呀？讨好啊？啊？你离我远点，我怕你碰瓷儿。弄点黏糊，你离我远点，快，我怕你碰瓷儿。快下去，下去。去。接着，来接着，接着，快接着，手，给手，拿着，你的拐杖，你直播21分钟了。要是这边还是人少，我看看要不给大家直播到半个小时吧。没有小表情了，下来，谢谢啊，谢谢故乡故人故事，下来。他在干嘛呢？下来，你下来走一圈来，下来走一圈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来，看下面来，下来，站着，对，走，走一圈来，拿给我，拿给我，要不要？自己去拿。拿过来，就上，又表演杂技去了。谁让你坐？谁让你站那顶上了？自学成才，去把那拿来。自学成才，站起来，拿给我，画画，拿给我。自学成才是吧？他，我从来没有教过他站在这上面，他自己每次他都有站上去。有没有扎的？你好，能捡着是不是？它现在越大，我感觉它越能越懂事。进你的小笼子里边吧，看看你的小笼子，可以出去表演了。现在不到点呢，你衣服还没换呢。干嘛了？你那啃啥呢？啃香蕉呢？小香蕉哪去了？小香蕉呢？你的小狗哪去了？你的小狗在里面呢。还有啥？掏出来一个这个。还有啥呢？在里面。在这里。这现在害不害怕了？刚刚开始买完这个，他害怕，现在不害怕了。真是吃多了，都不愿动了。啥呀？它这就是，它咬着玩的，它咬着玩的，就是这种东西。我
看网上卖，它是给小孩子吃的，小孩子吃的，小孩子玩的，就是像那小孩子咬着，嘴咬着玩的。牙刷不是牙刷，它这是，它是这是什么材质？我忘了，像胶皮似的。我看网上他们是买给那个，买给婴儿放嘴里咬着玩的。给你呢，小花，拿着吧，拿着，拿着。哎，今天怎么了？今天啊，今天怎么，今天怎么回笼子这么早？下来呗，你进去也不玩了。你看前两天抓的小娃娃，这是个小猴子。小花可喜欢这样的东西，我觉得。但也就是玩玩，他不害怕这样的东西，刚拿回来他都吓死了，犯困了。对，下来，来，哎，好吃的，好吃的，看，立马下来，来吃吗？啊，要啊。哎呦，看看看，看到了吗？吃的动力多大？你今晚吃了多少？你不知道啊？给你个盒子吧，拿给我，让我给他。拿来，快跑，快跑！来，嗯，正好，可惜你就不能吃。你今天吃太多了，你要是少吃点，我还给你个小花生。刚才大家都看见了，你看你个肚子都好炸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又上去了，你看又上，又演杂技去了，又拿给我，只要打不开拿给我，让我给他打。你不能吃了，你今天吃太多了。就走了，反正你不给我吃，我就走了，回笼子里了。把他那小狗还拿着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你这什么造型啊？小花，你的小狗不要了，小花。不给吃就睡觉，小花。他主要是吃多了，吃多了我估计也是想睡觉。小花，看你这个要不要了？这不你小狗吗？你不要它了？小花回来的时候就这么大，你看现在，哎，拿着，拿着，拿着呀，嗯，给，你给它揪上去吧。不要了，不要我把它丢了，要不要了？要不要？